说兄弟们，玩几盘，玩两把中单，亚索吗？亚索也可以，好吧。先把豆子赢了，我们70万入的局，今天现在127万，快双倍了。今天赢到400万收工，好吧。今天斗地主目标不多，从70万赢到400万比较合理。不笑，不笑，笑地主不笑。不笑。不加倍。哎。不加倍。这把一定要小心，输的多。不要。这把要防一个东西。这把要防输很多，这把输个2-3万可以接受，好吧？输个10万块以内，那你压死我不输，我不上。3-1，走。不起，不要。3-3，对5，7，7，2，中单。什么东西？我来着。小法师怎么样？哎，怎么回事？看，顺的。要不起。3-1，赢了，炸不炸？炸弹，炸了，贪心一点。还接不回来，这个卡。哦。要不起，要对勾，对圈。我操，接不回来了。对啊。哎呀！可恶，心态崩了，糟糕！我操，送了，完了，送了。复习点什么呀，亚索？哎，亚索复习点什么，张哥？竹在先，第二个，然后最后一排血的滋味吗？对，然后你最后一排第一个。双吸血，吸血无敌，带上不走，无敌。就无敌了，张哥。对，中耍都用不打的，你知道吧？可以。完了。我给你加速血吧。我想了一下，我确实不能炸的，而且是我只有菜币才会炸。什么意思？刚那个牌只有菜币才会炸，正常人是不可能炸的，因为我炸了之后我没牌了，我一个二都没有，接不到牌。对，我是一定上不了手的了，我上不了手，我队友就走不掉呀，我是不可能出的呀，我是不可能炸的。可以的。这把好像有点难受呀！哇，好菜呀、啊！对面什么中单呀？鳄鱼，亚柔，鳄鱼来打我兄弟。其实他选个正常的英雄我还挺怕的，他选个鳄鱼我就不怕了。啊？为什么？因为我太懂鳄鱼了呀！我太懂鳄鱼了。但是鳄鱼我感觉他很好打亚索。对，但我很懂他，我很懂，你懂吗？我很懂这个英雄，我太懂他了。我懂鳄鱼呀、啊，我鳄鱼玩的多呀，我特别懂他，我知道他什么时候要搞我，所以他很难弄到我，他跟我对线，他很难弄到我，很难。
但是我的亚索兄弟们，点击左侧录制按钮即可开始录制本局比赛。但刘某的亚索一定要当心呀。哪个？阿拉夫，阿拉夫肯定出弓，那个吸血的呀。护符是吧？不是那个刀呀。你先帮他出来了。哦，肯定出护符呀。完了，还给你出的刀怎么办，哪个？没出啊。可以。疯狂拉肚子。这狗东西。全军出击。肯定鳄鱼中单吧。我也觉得是鳄鱼中单。哇，对面好凶啊，两个点火，一中一上。狗头中单，狗头中单，你没了。嗯，玩起亚索来，人的走位都变得快速起来了。哈塞，被躲了，马斯蒂，轰，轰，怎么被塔打到了呀？哎呀，可能我差一点。哎，这怎么都烫不死呀？我亚索是不是打的有点太凶了？怎么说？我没想到你可以把这个人杀了。我看这个人在那儿摇摇晃晃，我以为他很厉害，是我以为他很猛，就感觉他一点都不怕。感觉这狗头很猛。我的亚索很菜，但是说实话，这狗头是什么东西啊？连小姐是个妹子吧？这个脏东西，
哇，这怎么死了呀？我不去了。好。哎，我这怎么死了呀？哇，这个 B 组 W 加余震，瞬间帮我秒了，应该是。生命的意义。哇，这狗子太菜了呀，一点一点让我挑战的感觉都没有，我的药狗子可以随便猎杀。哇，扎克抓我还挺他妈厉害的，跳得好远。对，太菜了呀，这个狗头我都不想杀他了。他抓我，我没有逃跑的空间呀、啊！熟悉的感觉，熟悉的。只要给遇到了就死了。没跳到哇，怎么这么厉害呀、啊？这个英雄。别惹我！控到我我就死了，这他妈怎么打呀？狗都是妹子，哇，这个扎克乱抓 remix 小子，
啊啊！我操！狗头是终结。哇，太假了！这狗都他妈是终结。An ally has been slain. 知道自己是什么。杀，直接杀，直接杀，推推推，直接推，直接推。我来推吧，你去中，你去中。哇，这狗头还能他妈越塔杀卡杀，什么鬼啊？哎，什么东西啊？我不是跟他说了我是猛男吗？让他不要说话，这个卡莎还在那拍。他们这把没了。插他！撸他！还有被动吗？不知道，看一下。有。他人也没有。没有。我没更新装备。我没更新装备，我更新装备他打不过我的。想想这把怎么出装？怎么说？直接血手。直接血手吧，这把我们没有前排的，要我来卡。我心太崩了，我把烟火起来。鲍鱼打我这套我没有操作空间的。月红打不过他，哎呀，这扎克是真的烦，真的烦，我操，可恶，被击杀。
哎，好烦，好烦，好烦！局势本来就已经很难打了，还要内讧。别内讧。可以以发育后期鳄鱼在你面前就是弟弟，只有靠你了。我点了，我点了，我的亚索不太好赢，兄弟们，我点了。我们两个人一人一个。更年期来了呀！来个这把是个皇子，我感觉我们可以。来个玩个皇子这把，等我配合一下，留着打。慢慢来吧，这把其实可以赢的。亚索现在不厉害，后期厉害。等我成型，但我现在打不过好多个人啊。可以可以，对面会玩个锤子的游戏。他没大 ABC 没大，哇，哎呦，哎，快乐起来。是什么让你们这么膨胀的？我不太懂哎。快乐了，快乐了，快乐了，快乐了。混沌无孔不入。来来来来来，又来。宿命的对决，穿打nice。兄弟们，我玩起来了呀！我这下感觉我服了呀！
这波出什么？出个副甲，嘿嘿嘿，哎，稳成狗，带线。那应该除了鳄鱼，别的都。现在谁来打我都是死，任何人，鳄鱼来了，我直接把他砍成他妈湖南剁椒鱼头。真的打不死，他青龙刀了，我感觉鳄鱼打你还是好打。没得。嗯，只需不需要盟友。会是你啊？他们人呢？在哪？我不能给抓。哎，他们下路两个可以开龙。全在下。你去推吧，我和秦宇两个人打。你去推吧。啊？你去推，我和秦宇两个人能打。你推。你们知道我打龙有多快吗？看这龙怎么死的。流浪进来砍呀！亚索也能空档吗？哎啊，还没上车，哎，刚好没上车。我他妈的怎么他妈这盾就玩出来了呀，我的盾怎么就玩出来了？哎，我的盾怎么就玩出来了呀？他们抓到我，把我的机关切掉。好像直接一 Q 就中了，我这个一 Q 闪是什么东西啊？啊？那看着那么多，是吧？嗯，哎，好玩好玩，哎，快乐快乐，啊哈哈哈哈哈哈，爽！来，打个火龙，等你出个甲，推了哟，怕是？喷毒哟！怎么说 ？AD， 我说
说了可以退过。你个垃圾！真的吗？哎，这垃圾，骂他一句。哎呀，这个逼他妈喜欢喷队友，搞一下他心态。嗯，哎呦。再来，再来把亚索嘛，不行的，不来了，尿尿去了。哎，快笑死我了。我牛油果吃到衣服上了，好他妈拉他呀！怎么办？牛油果吃到衣服上了，干掉了。哇，擦一下。说，要帮我拿件新衣服来吧。牛油果有这么好吃吗？好吃，哇，牛油果贼好吃。今天，我以前觉得牛油果贼难吃，我现在觉得牛油果巨好吃。不知道为什么。它吃起来有点像那种不用剥壳的核桃，很香，淡淡的清香。啊？为什么说你姐？哦，我真的不能吃牛油果。我昨天做梦梦到我变胖好多，牛油果他妈长胖的。算了，以后家里把这个吃的搬了。啊？搬了，以后不能吃这个了，搬了。空腹能不能吃饭？谢谢浅年亚开通的油茶，斗地主好吧，兄弟们，搞起！